为什么说做销售的人最容易成为老板呢？因为做销售的人啊，会开车，会管理，会沟通，会催款，会财务，会算账，会讲价，会成交，会喝茶，会饮酒，会唱歌，会熬夜，会策划，会吹牛，会方案，能早起，能吃苦，懂娱乐，懂人情世故，会察言观色，善于倾听，乐于助人，朋友客户一大堆。如果这么能折腾的人都成不了功，那谁还能成呢？